你是被谁打？不晓得。跟人家有恩怨吗？没有。开 BNW 购物被埋伏，花莲渔会理事长遭乱棒围殴。那莫名其妙被打的，对不对？被打趴在地上的是花莲区渔会理事长。看到他被打，有。那我什么原因？不知道，大概四个人五个人而已，没有看到事情发生，对。我们只看到人跑了这样子，在这边追打。对，目击民众说，理事长当时一下 BNW 想购物，就被一黑一白的车子包抄。黑色是宾士啊，黑色在前面，白色在后面挡住，我没看到。我跨进去买一买东西出来就没人了。两个灯的啦，就在里面听到乒乒乓乓。黑驴棒哦，红驴棒哦，全罩式的蒙面，蒙面的你。几个？全部五个啊，五个拍一个，还佫一个开冰室。理事长被打到头破血流，手脚骨折，民众报警，赶紧将他送医急救。警方目前调阅路口监视器，厘清案情，全面缉凶。土巴中心花莲报道。